主料：新鲜菜苔350克，辅料：蒜末、干红辣椒一个，盐、生醋、色拉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选购新鲜的菜苔，350克就能炒一盘子了。菜苔切成一段段的，剥去老皮，洗净，备好蒜末和红辣椒，锅里炒香蒜末和红辣椒，倒入蒜苔，大火翻炒。菜苔炒软后放盐一小勺，加点儿苔水略煮一会儿。菜苔炒好起锅前滴入适量的陈醋就可以盛起了。烹饪技巧：菜苔肥嫩的筋非常好吃，炒的时候用大火炒出来的颜色好看爽口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